爸爸，是嘞，妈妈跟你话是嘞，妈妈嘛做想讲，要欢欢喜喜向大家宣布，你个当来阮的身躯边啊。也不过谁知啊，你外公过身去啊，你爸爸、你阿妈，也搁有客阿姑，嘛都出现我。妈妈今麦规个心情乱糟糟，可能干那会当希望你一定爱健健康康，无妈妈的情绪去影响着，知影无？啊，知影无？哎呦，恁爸这家呢哦，足受袂开的啦！啊，咱想讲要去海死石啊，还阁中等的啊，啊，结果煞去背起我家己的性命。万当嘞，伊是认为家己斗袂过法律制裁，才有游中才，还有强壮理由。最后，伊才发现方式个啊。啊，不过，伊要死之前，伊嘛讲话，甚至佫甲我妈讲，伊要家己将我关乎我。天爷，咱每一个人生，拢行到这一天。只求恁爸最后有反悔，改过自新。伊甚至牺牲家己，拆破遐漂亮银庙，不掉爸，阁终当过两人性命。而且伊走进前，要甲恁家上爱的人，心心心意道别，伊无挂碍啊。妈，姑爷啊！姑爷啊！姑爷啊！医生啊，我姑娘叫我啥物做工啦？因为罗夫人啊，伊即马肺部积水，脑部缺氧，为着要片面讲哦，伊即马肺部会去感染着，所以讲啊，要紧做引流管手术。要开刀，差点咁跳啊！那呢，阮先生呢？罗家峰即下状况呐？罗总哦，伊即马已经精神啊啦，阿母伊即马身体也搁做虚啊，恁确定哦，会使入去来看？家峰。你完怎无？有倒位在艰苦无？你哪拢唔靠我应啊？家峰啊，你今日有倒位无爽快啊？哈？看过平时先生说一定拍着惊，我只有一个平安符。哥，你身体嘞？我你带惊些。是的，互恁大家烦恼啊！家峰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啊，你甲恁妈哦，哪会走去北海岸啊？我当的时阵，我打电话妈，妈不接电话，妈无回讯息啊。伊从来拢唔安尼啊，我就感觉足奇怪的，我就。定位的手机的位置，结果我发现伊伫北海岸偏僻的所在，我愈想愈烦恼，我都过去找伊啊。后来呢？你敢有看到吗？谁说恁两个出去跋落水是发生意外，还是有人要对付恁？我想袂起来，我刚才知影讲我惊醒了后，我看到妈。到底边个病床？唉，嘛真正想不起来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喂呀，我靠，刚才有声音哎！
想袂起来无要紧，别阁想啊。是讲我感觉是安怎样来变异啊？阮这个通知有人发现你甲妈都伫海边啊，所以阮才想讲临时搬落水。你妈就袂晓受罪啦，就可能是哦，你看你妈搬落水啦，你跳落去要救伊啦。后来家己也无力啦，无在条叫你爸，这两个哦，做伙有罪安尼冲起来啦。是讲哦，你妈无代无钱，奈走去北海岸，那是想无合理嘛。所以爸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妈拄着意外，我才去甲救的。我哪一点仔英雄都无啊！别怕你家己啦。你莫勉强好无？想袂起来莫想啊！你今日咪积水啊，爱好好休养，先莫想遐吼。是啊，查甫，你莫个个想到压力，先好好休困几觉啊，凡事着想起代志发生的经过。这以外，真侪疑点，我已经治疗去调查，等下找到受查以后，咱才有机会查出真相。妈，总共喊你严重啊！甚至就有可能是恐吓的，我一点仔印象拢无，甚至都无法度提供恁线索，我真正有够无路用啊！哥，你要阁组织啊？你即摆会当平安无代志，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！你即摆一定要好好保重你家己，安尼才有法度照顾大嫂，还佮伊巴肚内宝宝。你讲啥？我讲大嫂有心啊！你有心啊？你确定？哥，你来这款反应，你敢不是真希望把你甲阿嫂五年前失去的宝宝生回来？敢讲你连这个噩梦拢放袂起了？就是啊，你乃是这款反应，我本来了准讲你听到这个消息，你的欢喜阁跳起来。啊，是的啊，我想够含慢的，人家有囡仔，我应该欢喜才对啊。你唔通伤心误会呢，廖总讲我无介意宝宝，我一定是哦，头壳积水啊，一时无法度做出正确反应，我谢谢啊，头壳积水加空气。别怕啦，你还阁怕你家己啦？是嘞是嘞，是我唔好，明仔你受伤啊。我要对你期待遐尼高，是的啦。其实今仔透早我就咧怀疑啊，后来我唔才来陪伊做检查，证实我是真正有心的代志。本来是想讲等暗时啊，甲你约好的时间，要甲你交换秘密的时阵，甲你讲这个好消息。谁知影你干嘛提出意外？是的啦，是我明知你受伤，可怨叹你乃是这款反应，是我不够大心。是的啦。五年啊，咱总算帮着咱的爸爸都回来啊！我即马是这个世界上上幸福的爸爸。阿姨是不是讲家风无代志啦？阿姨那什么拢放袂起来啊？怎么反应阁怪怪？我看哦，等你妈妈安尼手术完吼，咱再找家风医生哦，叫伊了安尼甲安排一个阁较详细的检查，安尼才妥当啊。